在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吗？盘嘿嘿，是林倩。Sophia， 我今天要来抽那个愈合包酿，好多人问我愈合包酿哦。我今天要来抽五个幸运名额，听得到我声音吗？我现在要把那个愈合包酿的连结放到抽奖的那个 app 上面啊，桃子。他来胡乱。是欧妈妈，我感冒刚好，可是还是有一点鼻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有伤到一点喉咙吧。对，屁桃，你们都有参加愈合包酿的那个抽奖吗？你好。我先 say 一下哦，抽奖活动怎么报名？已经过了，到1月2号。我之前有放一个礼拜啊，可能你们没有 focus 到我的那个抽奖。可以边用边跟你们讲话。有人问我后面这是真的火吗？这个不是啊，它是有那种火的效果的那个电暖炉，然后其实它就是电热器了，它是吃电的，它不是真的放火在里面，这样可能会二氧化碳中毒。嗨，各位，你们应该都刚下班下课，现在要去吃饭或回家路上吧？我现在要来抽愈合包酿。还有愈合包香肠，总共五个名额。有人刚刚马上发现我有 po 那个冰淇淋的文章，结果我选了哈密瓜口味。这个评述吗？这个我觉得大概10平左右哦，就是可是因为客厅的那个空间会比较大，所以我必须得要窝在这边，我才会感觉到它那个暖度，不然其实如果我站对角是没有感受到暖度，这真的是摆好看用的。哦，对啊，一氧化碳中毒，谢谢网友的解说，我刚刚口误，不是二氧化碳，是一氧化碳。谢谢网友的解说。我大概再过个几分钟，我就来抽愈合包酿的那个名额。我几岁？我今年26岁。对，我们一起住。我现
窝在这边我就不需要穿多一点啦，很暖和。好，现在那个应该大致上都塞好了，就等你们进来。我看起来很年轻，还好，可是很多人都猜，就是应该是说我的脸都是那种老着等的那种脸，所以我大概大一很多人都猜我二十六七岁，所以我现在二十六七岁看起来就是二十六七岁。我有几只猫，现在家里有两只猫，然后那个乡爸乡妈家有一只，然后明天会有另外一只。对，屁桃现在肚子饿在喵喵叫，他刚刚被我关起来，因为我在忙的时候他在旁边跳来跳去，飞檐走壁。我的头发翘翘的，有人说他有三只猫。诶，我想一下，我上次那个是打拳，我要吃愈合包香肠吗？我查一下。对，我想吃愈合包香肠，因为它要设定一下。我想吃愈合包香肠。好，我再过一分钟来抽奖，你们可以问我问题。好多人一直问我后面这个是真的火吗？这不是啦，它就是一个那个灯光效果，然后它其实就是电热器，在 Costco 买的。嗨，阿吉。对，我二十六岁。嗨，阿吉，我几公斤？我不一定哎，就是吃多一点的话就43，然后没有吃多的话就大概42上下。今天有量42，是实践大学啊，对。对，我可能这边要写一张纸，写我是假火，因为刚刚好多人问我这是火是真的还是假的。香先生刚下班回家，现在旁边刷宝。对，我处女座。谢谢阿吉，真可爱，帮我回答。我们家的猫在叫，因为肚子饿了。我要派香先生去帮他们弄吃的，弄吃的，不然他在旁边一直叫。你呢？八点在喂吧。哇，感冒好了，可是还是有鼻涕。对，我阿吉很贴心。我不是单身，我有香先生了。合照怎么合照？那你帮我截图起来，然后那个可以拼图。不然现在怎么合照？有人想看香先生一起直播吗？可是他可能很有偶像包袱，比我还有偶像包袱，而且他又是小少女心一个。我多高？我160，是小织女。还没吃饭，还没吃饭。160啦，160。我就是有高脸而已，但其实我不高。常运动吗？有点心虚，但就是觉得吃多的话，还是会去踩踩脚踏车。
好了，我要开始抽奖啦，五个愈合包酿跟愈合包香肠的名额。你们都有去参加抽奖了吗？对啊，照片看起来170照片，可是我真的没有拉腿哦，澄清一下，就是腿，我腿偏细啦，所以那个照片视觉效果会看起来比较长，没有170，缺点哦，缺点有啊，有缺点。哎，香先生很闹，那不你就带那个入镜吗？香先生也在旁边闹。好，我现在要来抽咯，现在总共抽出五个名额，然后看一下五，来按一下五，然后那个我的抽奖其实都可以重复留言啊，如果你没事的话，你可以重复留言，然后都是标记两个人，然后上面要留言选我想吃愈合包香肠，然后要成功标记两个人，因为有时候你们可能没有空格，所以会就是会没有，就是没会失败这样子。那我让你们看一下，那你们看一下，看得到吗？好，我现在来抽咯。咦，他竟然发生错误，发生什么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他竟然发生错误。好，我再重弄一次，他刚刚发生错误了，可能网络不稳吧，我也不知道。选我想吃愈合包香肠。我最新的那个抽奖我就没有打旋，因为有些人都会忘记打那个旋，然后想说算了就不要多打那个旋，所以我最新的那个抽奖是我去我姐姐的那个我们家的猫在吵架，你帮我制止一下好不好？干什么？要打架？好，不好意思，我请香先生去制止他们了。就是我最新的那个抽奖是去我姐姐的那个新竹的那个餐酒馆，然后我就没有多打那个旋，这样你们可能比较不会忘记吧。好，我重新设定好了，希望它不要发生错误。总共要标记两个人要打旋，我要吃愈合包香肠。好，我要抽咯。好 ，OK 了，现在总共抽中了五个人。然后我晚一点的话，我就会把它截图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我的现实动态。那我跟你们讲话吧。总共有五个人，我跟你们讲一下有什么人好了。那我就念前面那个账号的那个名字哦，然后看看你们有没有中奖。第一个是 BRTHA5894， 我的第一个选粉。然后第二个我知道是我的超忠实选粉 XINBT-0108， 第二个抽中愈合包香肠的人。第三个 A6953MOLLY， 第四个 KAIYU-PAI， 然后第五个 ATHENAYILING， 总共五个人，再让我们看一下，看得到吗？你们是很想看香先生入镜是不是？已经好多人点名他了。什么？不要，我怕我的长相惊天地泣鬼神哦。他怕他竟然荧幕会破掉。对，肖先生是一个很有戏的人，他平常在家里就是这样子。身材维持这么好，我是比较，他在说我吗？身材维持很好。你又没有录镜，他怎么知道你身材很好？他在说我。
白脸的粉丝很上报他自我感觉超级良好，所以我平常都要像这样子把他打回现实这样子身材，因为 我比较少量多餐，我没有现实，我是活在神话中，你知道吗？香先生就活在神，他说要活在神话中，自己的神话，好，他的神话。梁静茹给我的勇气这样说的你们有听到他说什么？因为他说他唱勇气，梁静茹的勇气，所以他有这么有勇气说自己活在神话中。梁静茹给我的，好好好，梁静茹给你的。所以我就少量多餐啦，然后我不会吃很饱，然后我有吃饭顺序，我不会，我吃东西我的顺序我从大学到现在都超注重。我第一我会先吃菜，如果饭桌里面我会先吃菜，吃完菜然后吃一口肉，然后再吃一口菜，最后才摄取那个淀粉，然后淀粉摄取不多，我都比较喜欢原食物啦，就是地瓜然后芋头啊南瓜，比较少吃，我很爱吃饭，但我还是会克制一点这样子。网友们选粉们很想看到你怎么把镜头吓破这样子。不要，他们的镜头会破，我要赔几只 iPhone 啊。他们说他进来的话，他不知道赔几只 iPhone 给你们，他怕他进来把你们手机全部弄坏。有人说林宥嘉觉得觉得你说谎。是吗？真的吗？你好好做，因为他们都叫我偷偷转镜头。那是吧？那我现在要唱周杰伦的《安静》，我不讲话。他说他现在改唱周杰伦的《安静》，然后他不说话了。我怎么认识香先生的？是我同事。有一天走在路上，他就从天上掉下来，你知道吗？仙女，仙女。你要不要直接在这儿啊？不要，不要，我们不要恶心姐。刚下班多狼狈啊！他说他现在下班很狼狈啊！我跟他怎么认识？是我同事介绍我们认识的，然后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很像香吉士，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为什么要叫香吉士吧？香吉士先生，因为他看到我真的很浮夸，眼冒爱心这样子。然后我们一见钟情型的啦，就是。很快就对彼此有感觉，这样你要不要自己跟他们讲啊？你说讲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吗？哪里凄美啊？讲屁话，就是被你笑容给骗的啊？是吗？他说香先生裤子穿好，你又看到他没有穿好裤子吗？我身高体重，我160公分，42公斤。你们很可爱，他那个选粉说这是大家的独家记忆，要开始唱了吗？谁？他们要唱吗？我唱歌那更不得了了，跟你说。那他唱歌的话，你们直接耳膜会这样穿破，我跟你们说。张学友哎，就不是那个手机荧幕破掉了。我大学应用外语，可是就是。念了4年，我都觉得就是该怎么说，就是一直学那些诗文啊，然后什么翻译，其实我觉得好像跟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语言这种东西，就是要多讲多学。我觉得跟学校就是要我们念的那什么莎士比亚的那种东西，好像真的没什么关系。对，他很幽默，他超幽默。香先生的工作类型哦，你的工作类型算什么？我的工作建设类的。不是，我的工作是天天爱着你，好不好？你叫其他人情何以堪？他做那种建设业的啊，那种业务类的。我上次去那个 The View 的那个，就是柬埔寨金边 The View 那个金边，不是柬埔寨，是柬埔寨吗？对，柬埔寨金边是柬埔寨的首都，不是我去那个 The View 吗？那就是他们公司的那个建案。
没有了，我没有170。对啊，其实就是应用外语这东西，我本来想说就是应用外语应该很会应用嘛，我被那个名字骗了。因为我那时候在考大学高三的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想什么，就看到写应用外语，那感觉是会真的应用在生活上的那种语言。就我发现进去都在念那个莎士比亚，然后要翻译把那个诗文翻译成现代文的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天哪，完全不是我想做事。可是那个又是必修，快疯了，所以就前面翘了蛮多课，导致我大四狂修。别人大四五天可能就只要上两天，可能星期二星期四整天 all day 的那个整天的那个课，哇，一到五课全满，因为我前面太混了。我的英文2018年有进步吗？我觉得，因为像妈妈跟像爸爸是很重视英文的爸爸妈妈，所以他们也还蛮就是 push 我在念英文，即便我跟英文已经脱节了好一阵子，所以我除了之前那个我介绍上 Tutor ABC 以外，他们有让我去上那个家教，就是一对一，然后跟我聊天，一天就聊个一个小时英全英，然后我一开始压力超大的，然后就是讲久了就习惯了，对啊，然后我的那个英文老师又超可爱的，就是他什么都能聊，欸，什么彩妆啊，然后他超爱讲鬼故事的，所以就是会觉得讲英文蛮有趣的。英文外语我的第二外语，我选修日文。嗨，晚安。我空姐当了2年半，哎，好多人在问我还有没有当空姐。我上次有回，因为我现在没有了，因为主要一方面是身体因素，因为我之前可能一直飞的关系吧，我月经快2个月没来，前面就已经断断续续月经量越来越少了，然后又加上一些公司政策，然后人文因素，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先让自己休息一阵子，然后我休息完后月经就来了，对啊。嗨 Mary， 你在美国吗？你现在是早上吗？现在晚上6:30应该是你们那边。你问他 Christmas 有没有在旁边？ Christmas Mary 肖先生问你 Christmas 有没有在旁边？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你们可能才听得懂吧，我不懂。对啊，我选修日文至少就是片段的那个单字还看得懂这样子。对，我大四课超多。向先生不是老板。打工了。他说他打工。打杂了，什么都干。什么都干。你要不要自己跟问姐打，你在做什么？他就做建设啦，然后业务，他不是老板。香先生还记得上辈子烧多少香吗？你应该烧了一桶吧？我不知道。你烧了一桶吧？不止一桶哦。香爸爸、香妈妈是外籍吗？他们不是，就是台湾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他们觉得我爸妈是外籍？为什么你觉得香爸爸、香妈妈是外籍？是因为我长得很立体、很五官吗？你再继续讲话，就算用讲话，那个荧幕会破掉。我跟你说，我实践大学的，没有，不是怀孕，我就是。一直飞，然后可能荷尔蒙啊，然后心情啊，压力有受影响，然后所以身体就出现警讯，竟然月经不来了。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像很多我在飞的学姐，他们飞了20年，我想说他们到底怎么飞的？其实飞了快3年，我就身体就是真的龟周排寥寥这样子。当空少有什么要求？空少，欸，我觉得当空少你必须要有很能融入女生圈子的那个能力，因为
因为空服员基本上八成都是女生，所以如果你不能融入女生的圈子，你会在里面待得很痛苦。所以像当时我的学弟们，他们都有很厉害可以跟就是学姐学妹融在一起的那种技能。Mary 竟然懂你的意思，他说 Merry Christmas， 好厉害哦！不是冷笑话。Mary 好厉害哦，对 ，Merry Christmas。哪里有喉结啊？乱说，阴影啦，乱说。谁说你有喉结了？乱说，牙齿哦，牙齿哦，我跟你们推荐，我之前没有做过冷光美白，然后我是去年我去那个我学妹那个宣宝，你们知不知道 ？Piggy 跟宣宝，我去宣宝的男朋友的那个牙医诊所做冷光美白，然后我平常就用 Crest 牙膏，所以就可能有差吧。化妆直播你们想看吗？从素颜到上妆，可是其实我化妆超懒的，像我今天现在这样子，就是我就只是打打底，然后睫毛夹一夹，然后顶多眼尾，我连画眼线都超懒，我就眼尾画个眼线，这样往上翘，这样子，这样不到十分钟，我现在那个妆就会结束。然后因为我眉毛我有雾眉。你们有看我那个2018年最新一篇有彩虹的那一篇吗？我去那个找 Burial 帮我雾的，因为我前一年我那个雾的太细了，然后所以其实我之前对雾眉有一点就是有点阴影，因为我之前没有沟通，是我的问题啊，我没有沟通好。然后这一次我又回去找同一个那个雾眉师 Burial。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像去年那么细，然后他就帮我用，像我现在我是没有画眉毛状态，然后因为我觉得雾的超自然的。哦，我有温哥华的选粉哎，真感人。格子衬衫，这个是 Uniqlo 的，他们家的衣服很实穿哦，款式超多的。格子衬衫就很休闲啊，学姐，对，我是实践大学的，所以你应该是学弟吧？嗨，项链，这个吗？范克雅宝，没有，空少不一定要是 gay 啊，我有很多学弟都是有女朋友的，只是他们就有很强的那个技能，可以跟学姐学妹打好很好的关系。但他们有个特质，就是比较斯文，这是真的，比较少粗犷的空少。机师追空服员简单吗？我不知道，这个，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谁追谁，那就是需要长时间抗战的，所以应该是说机师跟空服员是比较长，就是在同个工作环境下相处的，所以他们可能。日久生情嘛，对啊，所以我觉得不是机师特别容易追得到空服员，是工作环境上他们就是会比较常相处。可是我生活周遭还好啊，没有特别多机师跟空服员在一起。来一首《爱情抗体》，谁唱的、啊？爱情的东西。爱情抗体。也是我哥哦。我也不知道，许慧欣。小学的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就有人说我长得像许慧欣，可是这有点被像笑话，因为我们隔壁班的人叫什么许又勋。我这个我从小学记到现在，因为我之前因为许慧欣被作弄了，这个名字被作弄大概三四年吧，好像从小三小四啊。我忘记了，然后他们就说，因为我隔壁班有个男生叫许又勋，然后当时班导就是可能善意之下说我长得很像许慧欣这样子，然后他就跟班上同学说，你们不觉得，他们就说我不觉得，就是我长得很像许慧欣吗？然后我就被笑了大概三年吧，你不是许慧欣，你是许又勋，因为隔壁班的同学叫许又勋，超过分的。
明天要回实践拍婚纱，干嘛去实践拍婚纱？对对对，芝麻跟猪猪，就是那个芝麻男朋友帮我冷光美白了。香哥哥是哪里人？谁准许你叫他香哥哥？谁叫香哥哥？不可爱。他台北人，对。要是男生近视想当空少怎么办？近视没问题啊，你就只要戴隐形眼镜就好了。基本上空就是亚洲航线的那个航空公司不太能就是戴眼镜，但你可以戴隐形眼镜。对，可以好。对，是。地勤面试可以戴眼镜吗？其实我们之前公司的那个地勤，他们都有戴眼镜，他们的限制好像没有空服员那么的多。可是你面试的当下，你还是得要戴隐形眼镜。我知道要补多少。你们很想看香先生是不是？他说等他打扮一下，化个妆，剪个头发。他说他需要化个妆，剪个头发。我就跟他们说他比我还古萌，就是他偶像包袱超重。我没有偶像包袱，我是不想吓到别人。好，他们说不想吓到你们。哦，妈妈，嗨，安安，你就最好叫我璇姐，就叫我阿酸。谁？哦，妈妈。他看直播。对啊。他就叫你阿酸那个，就他。牙齿贴片，我没有做牙齿贴片，因为其实我之前有考虑，可是牙齿贴片好像需要去磨牙齿吧，所以才可以贴上去，所以我后来选择做冷光美白。其实我牙齿本身应该就算白的，就是我之前有戴牙套，然后戴完牙套洗洗牙，其实看起来就蛮白的，只是后来因为有阵子太爱喝咖啡茶，还有一些我很爱吃火龙果，尤其是红色，所以有点色素沉淀。后来我就去芝麻她男朋友的牙医诊所冷光美白一下，所以后来就维持到现在，就还算白啦。Hello， 你们好。哎，这个。MRLEE0807 我好像有跟你合拍过对不对？你好像有来 Estella 的那个饼干来找我拍照对不对？然后我之前二手拍你好像也有来。长胸部的方法其实我应该谢谢我妈，因为我妈的关系，我应该算遗传，所以发育本来就好一点点。但是后天的话，因为我是易胖体质。其实我之前大学大一的时候有一阵子暴饮暴食，我有过大一然后胖一个月，然后因为每天几乎想吃下一个胖了快10公斤的那个的记录过，所以我发现我一直以为我是易瘦，就是吃不胖体质。我是大一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有，就是我是会变胖的，然后我花了一年才瘦下来。我还有奥克兰选粉耶，谢谢你来看我直播，谢谢你，晚安 TURN 这个粉丝。空少没有要求肤色，要求不完啊，就是只要就是长相干干净净，我觉得吧，空少看起来有一点气质嘛就可以了。哦，我刚刚讲到一半长胸部，然后我之前有变胖过，然后我突然瘦下来，其实有瘦到胸部。后来我就一直喝豆浆，然后吃豆类食品，我的猫一直跑来跑去，吃豆类食品，然后多吃蛋白质的东西。就像如果你要减肥，你绝对不可以断掉蛋白质这一个营养成分，因为如果你断掉然后减肥一定会瘦到胸部。对，
他很喜欢窝在这边。我之前以为那个很烫，所以我不敢碰。结果后来发现他都会窝在上面睡觉，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其实他不烫。可以分享一些化妆用品或者好啊，如果你们想看的话，我下次我就画给你们看。对，其实我不敢做牙齿贴片，我怕做牙齿贴片看起来是很白没错，但之后如果变成敏感性牙齿的话，那我觉得得不偿失，因为牙齿毕竟要跟着我一辈子。对啊，我的隐形眼镜牌子吗？这个我之前代言过，其实我身上用的东西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我就是真的私下很爱用的，我才做介绍。像这个的话就是宝岛，我之前介绍过宝岛精亮，这个的话是枫糖奶茶。其实这个隐形眼镜我比较偏向是就是拍照的时候才会用，我私下不会用。那因为我太懒了，懒得去那个买隐形眼镜，所以我找不到隐形眼镜戴，所以我才会戴现在这个。之前是警察，现在不是。火龙果好好吃啊，我吃饭前一定会吃点，就是像火龙果啊、番茄、芭乐这类 DGI 的那个水果。火龙果助拉屎。对，那个香先生深深体验到火龙果真的助拉屎，因为他之前便秘超严重的，然后我让他吃火龙果以后他拉超顺，拉出来还是红色的，吓死人哦。你要不要自己来分享你的拉火龙果经验？我这边讲就可以了。我感觉我不知道吃红色火龙果，我拉出来屎是红，快红红的。我也有得大肠癌，吓死了。对，他之前超白痴，因为他之前完全不吃火龙果这类的东西。就我有一次，然后我就看他一直便秘，我就强迫他吃。就后来他排的超顺，就排出一大堆红色的东西，他快吓死，他以为得大肠癌。对我。Mr. Lee 0807，我知道你每次都有到，然后都拿 TR 跟我拍照，超级专业。怎么瘦的？我之前我分享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等一下要出去吃饭了，然后再花一点时间分享我怎么瘦下来的。因为我之前大一的时候，我不是说我胖了快十公斤吗？我真的。有超胖过，就是整个脸是圆的，跟土那种松鼠一样，然后脸鼓鼓的。然后，哦，之所以我跟你们分享，我其实我之前完全没有发现自己变超胖这件事。然后是有一天我搭捷运，那时候我胖比现在胖十公斤嘛。然后有一天我搭捷运，然后就上了一个车厢，然后那个车厢就只有我跟一对情侣。然后那一对情侣的女生是那种超像 model 那种很瘦很高挑那种身材，然后旁边就一个就是她可能男朋友吧，就是搂着她。然后他们我记得好像西门站吧，他们从西门站下来，因为我记得我上车没多久，他们就下车，应该西门站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下去，女生就超级有那种自信啊，还挥了一下头发从旁边走过去。印象超深刻，男生从我旁边走过去就说：“啊，这么胖还敢穿短裤？”因为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发现，我穿短裤大腿内侧是粘超紧的这样子，因为我一次胖十公斤，好像几乎都胖在下盘吧。结果我才意识到，哦，我那一个月竟然胖那么多，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就下定决心我要瘦下来，因为身材大走一样。后来我做蛮多运动，我一开始用比较不正确的方式在瘦身，我就吃很少，然后就不吃饭啊，因为我那时候超级容易头晕，因为血糖太低了，然后我就开始上一些营养学的那个东西，我才知道说要瘦身的话，其实你要超级均衡。就是你每个营养素都要摄取到，只是你有吃饭顺序。比如说你再吃一顿，你要吃你的早餐、午餐、晚餐的时候，你的第一口很重要。你要先吃菜或蛋白质都可以，但就不要先摄取脂肪，不是，先不要摄取那个淀粉，像饭、
跟面，他们都是高 GI， 就是很容易让你血糖上升，然后对你身体也没有太大益处的东西，像面啊饭，所以我一定会先吃菜，吃完菜以后再吃一口肉，然后再吃一口菜，最后再吃一口淀粉。淀粉的话就是它的范围超广，我都比较喜欢吃全食物，全食物就是你看得到食物原型的样子，像地瓜，然后南瓜，还有什么地那个山药都是淀粉。然后饭的话，我很爱吃饭，但是我会尽量克制自己，即便还是要摄取淀粉，但会克制自己。然后就一直运动，我运动我做了什么？你们，因为其实我很懒得上健身房的，所以有时候像之前像先生要健身，我强迫自己跟着他去以外，就我很懒得上健身房。那我自己在家里，我就准备一张椅子，然后假设这是椅子，哦，这是我刚刚就是脑波太弱，在网络上买的，好毛蛋。就是假设这是一个椅子，那你坐在上面，然后你可能脚放这样嘛，我会让自己脚这样抬高放下。抬高放下，然后不可以放下去哦，就是你要一直撑着，让自己腹部用力。这个我做了快一年，哦，就真的瘦下来哦。我没事我就一直放音乐，放到最大声，然后扭啊动啊，然后一直让自己流汗。我就是靠这种方法，比较笨，有点笨的方法，但是就是我这样一年半我成功瘦下来了，而且我觉得我比之前更健康。平时会做脸打雷射吗？这又要回归到我真的很懒，就是脸要去按摩啊保养都很懒，所以与其说要保养或做雷射，我更宁愿是因为我每天都会化妆嘛，那所以我卸妆我超重视这一块的，我都要就是我卸妆，我应该说我像我洗澡，假设花30分钟，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卸妆，我卸得超级干净。自证强颜，这应该跟我戴牙套有关系啊，因为我之前戴牙套的关系，所以导致我就是我怕人家听我讲话不清楚，所以我会比较刻意去让自己讲，就是有点自证强颜这样子。但其实就是后来变我拆了牙套以后就沿袭那个习惯。要结婚了吗？哎，要结婚了吗？要哦。要，快了。你们要参加我婚礼吗？常常开直播，你们会来看吗？我讨厌腊肠狗跟柴犬，不会啊，超级喜欢的。但是因为家里有养猫，然后所以就怕他们相处不好，因为猫很会欺负狗狗，我就怕我如果带了一只狗狗回来，他们会把它打飞这样子。柴犬超可爱的，对啊，柴犬超可爱的。右脸好看，右脸是这脸吗？还是这脸？隐形眼镜很自然，我个人蛮爱这款隐形眼镜的，在那个宝岛眼镜买的。他超爱刷存在感的。肖先生他的偶像包袱超级重，所以我可能哪一天要帮他 settle 一下，他才会肯上镜头。我现在很落魄，跟游民似的。Mary 也想看香先生，好，我下次要直播跟你通知一下，叫他进来。皮肤哦，皮肤我觉得
我后来没有飞了以后，我觉得差蛮多的，因为就连帮我物美的那个 barrier 也说我过了一年，然后发现我现在皮肤比较好，因为你一直在高空上飞啊，除了太阳几乎真的是直射在你身上的，然后你日夜颠倒，你很少，虽然说还是会有时间喝水，但你很容易忽视掉这一块东西，所以我之前皮肤真的比较粗糙，最近好像皮肤好一点，好像有蛮多人跟我说最近皮肤看起来比较好一点。嗨，宋宝宝你来啦。宋杰吗？对啊，宋杰。乳汁啊。哎，宋杰他说乳汁呢，我们想要你家的乳汁很久了。为什么会暴突然暴饮暴食哦？大一，对啊，我为什么会突然暴饮暴食？我突然想不起来，我大一。好像就突然有一阵子心情很低落，因为我是处女座的，然后比较容易很年纪就算很小就会去思考人生，你知道吗？然后就会有时候就很低落。其实我到现在，其实即便到现在，也时不时会有那种比较低落的心情，然后低落就开始想吃东西。对，然后那时候又刚怎么样？刚失恋吗还是怎样，然后就开始暴饮暴食。馆长的健身中心 是什么啊？因为其实我自己现在有健身中心啊，就是香先生他们那个在健身那个，我之前有 po 过文啊，那个叫什么，那个 Lightworker 在大直，那个里面的那个健身教练啊超级认真，马龙他真的超级认真，你们如果想要健身的话，我超推大直的 Lightworker。 红毛丹蛮好吃的，但我买了这个是有籽的，籽有籽，然后要啃好麻烦，好像脑波超弱，因为滑脸书有时候就会一直发现那爱上新鲜啊，爱上新鲜他很喜欢就打广告，然后就看一看，就想说买买看好了。不冷啊，你们没看到这边有火炉吗？怎么维持这么白的牙齿？哎，我现在都随机看你们的那个问题，随机看怎么维持那么白牙。我刚才有说啊，就我之前有去芝麻那个宣宝，你们应该叫宣宝，他的那个男朋友牙医诊所做人光美白，后来就都用 Crest 牙膏在刷牙。哦，对，我觉得那个电动牙刷超级好用。我之前飞的时候飞去日本，然后就被学妹也是脑破好弱，她一直跟我说电动牙刷超级好用，就买了一组回来，就发现电动牙刷真的超级好用，那个刷牙齿超级干净，用了就是那种回不去的感觉。怎么卸妆比较不伤皮肤？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怎么卸妆不伤皮肤，而是你要卸得很干净才会不伤皮肤。因为毕竟你像我的话，我就是长期带妆，除非我一整天不出门，我就可能不化妆。但基本上你出门一定要化点妆，一方面是隔离外面的脏空气，我觉得台湾空气超脏的。你出去一圈回来，即便你不化妆，你回来擦脸上都是脏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像那个汽车、摩托车很多啊，那很多废气那种。空气污染嘛，所以你就算不化妆出去，你脸上回来都是脏的。所以我回来的话，我卸妆我都会我有三层，就是这我几乎每次直播都很问我，我会卸三层，就是第一层我会用卸妆油，然后我买东西都是开价比较多，我卸妆我反而没有去买专柜的，因为真的是消耗品，然后我用量又很大。所以我会用那个去屈臣氏康士美就买得到那个东西，那个蜜宁卸妆油。因为虽然说人家说油很伤肌肤，但是如果你不用油的话，又很难把那个就是卡在肌肤里面的那个妆溶出来，所以我还是会用卸妆油。
先第一层先上卸妆油，然后重点就是去卸眼睛嘴唇，因为口红如果你没有用那种就是比较清洁力稍微比较强一点的那种卸妆的用品，其实很难把口红卸出来，因为你如果就用一般的那种卸妆液去卸妆的话，其实隔天你突然擦嘴巴发现你还没化妆为什么嘴巴还是红的，因为你根本没有卸干净。所以我第二层会眼唇卸，第三层的话我去台龙首创馆，我跟香先生超爱去台龙首创馆去买那个卸妆，去买一些那种生活小用品，然后我在台龙首创馆发现一个蛮好用的那个卸妆用品，就是它是一块布，然后上面好像写卸妆布，然后我像我第三层的话就用洗面乳嘛，洗一洗我就用那卸妆布再这样搓一搓，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用蜜妮那个卸妆棉再确认我有没有卸干净，后来我发现那样不是方法，我就干脆去买个卸妆布，然后所以我就是用那个洗面乳洗一洗以后我就用卸妆布再加强一下，其实这样就超干净了。对，这就是我卸妆的方法。我没有发痘哦，什么时候发痘？我穿旗袍好漂亮，你是认错了，我什么时候穿旗袍？等一下吃什么？等一下，我们可能去美丽华走走，吃点东西吧。对，我该出门了，跟你们讲太久了。屁桃在后面，对，他很喜欢睡在这上面。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很烫，结果后来才发现根本不烫。对啊，在飞机上超级容易忘记喝水，然后这样对一方面对身体不太好，就很容易尿道发炎，如果你很少喝水的话。宋杰说我们现在马上去跟他取乳汁，哎，好好哦。宋杰说什么？宋杰说我们可以去跟他拿乳汁。什么？现在？我也差不多要下去那个，不是要下去，我现在差不多要去吃饭了。将乳汁浇出来。好，最后两分钟，我过几天再开那个直播，因为我过阵子我还有另外一个抽奖，我基本上都是抽奖才会开直播，因为我怕就平常没事开直播没人看我，我又很玻璃心。我推荐电动牙刷，飞利浦，我现在是用飞利浦，然后我之前在 Quest 有那个美白牙膏有抽到一支 Oral B 的，也很好用，就是两大我觉得电动牙刷很不错的牌子。有冷光美白，我之前上网有发现有人说冷光美白完牙齿容易变敏感，我觉得可能多少会有一点，因为毕竟它是用那种比较强效的那种美白剂量去帮助你美白牙齿，所以它不能变成长期之计。但是因为我需要拍照啊，然后我平常又很重视就是这一些小细节，所以我还是去做，但是我一定会间隔很久才会再去补助，就可能至少隔个可能两三年以后。然后还有很重要是你的日常生活的习惯，就像是你吃完酸类的东西不可以马上刷牙，然后就是不要吃过冷过热的食物，这样就可以帮助你不要牙齿那么敏感。所以其实我做完冷光美白，我觉得我没有变成敏感性牙齿，就是我还是蛮正常的。我平常比较喜欢上淡妆啊。Sophie 又安。我们的火锅呢？山上别墅，那我得赚很多钱，我才可以住山上别墅。而且你住山上的话，好不方便，因为其实我又是那种很注重就是，生活机能的那种，就是我下楼能不能有 Seven Eleven 让我去买个东西？山上别墅，所以旁边可能不会有那么方便。这。没有，我帮他戴帽子。我们家的猫蛮乖的，就是不太会抓人咬人。对，
然后怎么瘦小腿？因为我以前国小国中我很爱打网球，所以其实我不是 我其实也不是一开始腿就这么细，然后有一个腿控香先生，所以他蛮 push 我去瘦小腿的，然后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请按摩，后来发现因为我打网球那个小腿肌都是结一块在那边的，所以我后来干脆就直接去打小腿肉毒，然后真的超级有效，因为我现在腿真的不用修图，就是拍完就是看起来就细细的。你们说哪一只猫是哪个品种？你说桃子吗？桃子是美短。花子，第一次看到你进来我的直播，真开心。你就直播过两次。有去过中国吗？上班飞有飞去中国啊。好了，你们也差不多该吃饭了吧？我牙齿有矫正过，对，好了，我差不多该要去吃饭了，那你们赶快去吃饭，那我下次直播再希望你们再进来跟我一起聊聊天，我跟你们拜拜咯。